学 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高品质全程面授教学，零元入学，两周免费试听。我们又开始学习了，这一节课来学习 Excel 的第五课啊，主要是熟悉一下原件库。那这一节课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基础的一些原件，还有它原件的使用，还有图标的使用。核心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整个原件库稍微熟悉一下，至少过一遍，知道它是拿来干什么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几个矩形，一个是带框的，我们把它缩小一下，缩成100%。其实这几个矩形没有很大的区别啊，它都是矩形，只是一个帮你描边好的，一个是没有描边的，这两个是没有描边的。然后这一个呢，它是事先帮你预先填充好灰色。那基本上我们在做原型设计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黑白灰啊，没有过多的效果，所以基本上这三个元件已经差不多就够用了。然后这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原型啊，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原型的一些修改，如果需要绑定的话，把它绑定，那时候改成200的尺寸，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帮你把它改成200的尺寸。如果需要把描边去掉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把描边直接给禁止掉就可以了，然后再换上别的颜色填充啊。所以编辑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是它的坐标轴，这个之前我们上节课也说过了，是在这个轴的位置，如果把它改为0和0，那就是意味着它从最初始的那个坐标开始计算。这个的属性是宽和高。绑定了以后，它会两个属性，只要修改其中一个，它另外一个也跟着改变啊。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是角度，圆角的圆件的角度，那你说我把它改为20，它就是会把这个圆件进行一个角度的旋转，看到没有啊？你也可以使用那个 Ctrl 键，点按住 Ctrl 键，然后再把它放在这个角度的白色的这个小点上，它就可以进行一个旋转，看到没有？但是这个的旋转呢，它就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值，它就可能是一个比较随机的一个数值，可能就数值就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啊。那我们其实最终还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角度的旋转，它会比较的合适。如果是需要命名，我们记得啊，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命名，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然后。像这个是它的属性，点开你可以，如果想切换成标题就可以直接把它切换掉但一般正常情况不会去修改它。颜色的填充还有暗影及效果，这些我们之前的课程都已经讲过了，在这里我就不再讲了，包括描边这些我们的之前都已经讲过了，自己去试一下啊。阴影这一个效果是做一个内线的一个效果，这之前是没有讲过的，那我们这个也可以把它的模糊值给去掉，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阴影效果。一般正常情况这些都是比较少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边框，你可以只显示一边的边框，看到没有，我们先把这个删了，仅显示一边的边框或者我就显示两边的边框也可以，看到没有，如果需要四边的边框都显示就把四都点亮这个地方是圆角，那圆角的属性来说，我给它做一个圆角10，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圆角设置成10。你也可以只显示两个，你看下边只有这两个圆角呈现，那上面这个就是直角在这个地方控制。基本上矩形的细节就是在这些地方进行一些调节。那圆和它是差不多的啊，圆的属性和它也是差不多的，基本上你也可以这样去控制它的圆角半径。其实属性内容讲了一个就够了。那图片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双击就可以打开你的那个素材，那就是我替换成一张大的图片，然后再把它绑定返回成我们刚才300的尺寸，那这样的话它就会替换一张图片进去你也可以自己去进行导入或者是别的什么，双击就可以了它会。那占位符就表示这个地方是我先占的位置，但是没有具体的一些内容填充，那以后就是有具体的内容填充了以后再说。那按钮我们一般分为两个按钮，
一个是主要的按钮，一个是次要的按钮。那一般像这种类型的，相对比全色填充的这种按钮的层级，肯定比那个描边的按钮的层级，它是相对主要性来说，它更重要一点点。所以一般这两个同时放的话，例如说我是希望它执行的话，我会在这一边是选择是，那不希望它执行的时候，我会选择在这个是否。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交互上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进行一个引导。棕色的是希望你去执行的，那浅色的是不希望你执行的。直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这个描边也是可以修改的。你不想要描边的时候，我把它改成一个淡蓝色，其实也可以。那我还是选择这个，这个的蓝色。然后我们可以给它调整一下透明度，这样的话也可以。我不喜欢描边的效果的话，你自己去修改啊。这个是添加链接的一个按钮，就是我们一般是在，例如说是在 Web 页的里面啊，添加更多或者是别的，一般是在更多的时候，你就会打开一个新的跳转页面，在这些添加。但是添加链接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进行一个解说。然后文字这个，我们之前专门讲了一节课，所以这个就不再解释了。然后水平的分布就是画一根线啊，垂直的也是画一根线，这个也不用。热区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那打个比方，我们在整个页面里面，有一些地方它是添加热区的方式去做设计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如果是一整个页面啊，当前的页面是可以做整页的跳转，而不是点击某一个进行跳转。例如说里面有很多很多图片和内容啊，图片，然后有标题，有段落文档，对吧？有这种详细的一个段落文档。那整个页面之中，我点哪都可以跳转到一个进入详情的页面，它就可以做一个总的一个链接，把这个放在最顶端，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大的一个页面，就是点击整个页面可以进行跳转啊。它并不是说我点某一个，如果是需要分开做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加一个链接，这个加一个链接，这个加一个链接，它就会比较麻烦。那如果是总的加个热区的话，一个大热区，那它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整个页面我直接点一次，它就可以进行跳转。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些小图标的时候，比如说在 icon 的这个页面里边啊，我有一个小图标，是进入下一页的这个页面，我那个在页面效果之中，为了美观或者是别的细节，我会做的特别特别的小。那做的特别小的时候，但其实在手机中它是有一个点击范围，打个比方，我们最小的点击范围是44，对吧？那在这里的话，你这个图标远远就小于44了，那远远小于44，它可能只有20几，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热区就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热区，那就包括这整个热区都可以进行点击。那这样做交互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的方便一些，至少点击范围够大，虽然图标很小，就这意思。所以一般热区是用在那种相对较小的或者是全局页面的热区点击。动态面板和内联框和中继站到后边我们会做详尽的解释，可能在后边的课里边会有一些比较完整的动态面板，估计要放好几节课来去讲啊。由文本的这个表单的这些文本，这个就是可以就是一个输入框，一个输入框，你在里面就输入你需要的一些文本就可以了啊，就是或者是账号或者密码什么的，这是单行的，这个是多行的。那一般是在备注或者是提交反馈信息的时候，就会用到这种类型的一个输入框。上下的这个是可以有下拉框，这个的下拉框呢就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细节，就是我们可以添加多个，打个比方像在城市里面的规划啊，我就可以添加很多个或者添加多个。你可以在这里就是说北京，哎，
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什么的，这一堆的城市，多个添加，把这个给删了。那当前我默认的是第一个，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有很详细的，那我们可以通过预览去观察一下，它就可以多个的跳转链接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添加，所以这个是下拉列表的。列表呢，这个和这个的区别其实不是很大，也是多行文本，可以进行多行文本的添加。这个呢是多行文字的添加，两个的区别是在于这个是类似像下拉列表一样，可以做一行一列的这种类型，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文档。然后复选框就是我们在做多选题的时候使用，可以使用复选框，做单选题的时候一般使用单选框单选按钮，这个基本上都差不多啊，其实你用两个都可以。提交按钮，这个其实和前面的那个按钮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这一个按钮相对比来说，一个是单色的，一个是有一点立体效果的，你喜欢立体效果的你就用这个提交按钮就可以了，两个的区别意义不大啊。再往下表格这个后面我们单独讲，我们看一下这个网页快照。网页快照比较有意思啊，它其实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快速的截图，打比方在这里可以添加双击，可以进行一个页面的一个添加，例如说我添加第一页面，那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这个的页面里面只有这个内容。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添加一些文字，我把这个删了，添加个标题，那我们返回来看网页快照的时候，网页快照会跟着一起改变，看到没有，它其实就等于说是你双击进行了某一个页面的链接，它就会把那个页面的截图给直接的截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有时候做一些弹出窗口的时候，你在某个页面中进行个快速弹出的这种类型的效果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类型的方式直接做一个网页快照，加个黑屏，再加个弹出窗口啊，也可以这样去做。水平箭头、垂直箭头这些就不用说了，便签就是你做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信息的记录，打个比方我就备注子页面和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备注信息，你就可以自己随便去添加啊。文字是可以修改的，里面就和我们那个差不多。备注这些呢，只是颜色的不同啊。你喜欢哪个颜色，你就用哪个备注的那个便签的颜色去做一个备注。然后这个标记你自己就是等于说，像我们做地图的时候，有时候需做水滴标记的时候，你就直接拉这个进来就可以了。那例如说像新的弹出的消息，你如果是需要的话，类似像这样的话，你可以更改，看到没有？也可以直接输入文字，例如说有三条备注新的消息，你可以直接去修改它。基本上这些信息内容就基础的元件，就这一些。基础的 default 的那个元件我们基本上就已经讲完了。那剩下的就 flower 的那个元件呢，基本上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形状，这个我觉得不需要讲了啊，就是它预设好的一些形状，你偷出来自己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个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意义不大啊，也不需要去一个一个的去讲解。有剩下的就是一个图标，图标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图标，在这里基本上都有，你也可以使用搜索啊，就是去查找你需要的一些图标，或者
英文汉中文都可以啊，那里面什么都有。你也可以自己去定义和添加你的图标进去，就自己去增加你的图标。但是基本上像其实在原型里边很多图标它其实不一定需要特别具体的一个含义，有时候你只需要放个图标给它加个中文，确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到后期做原型设计就是高保真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根据你文字的信息去重新定义那个图标。有时候我们可以随便放一些图标进去啊，你也可以呢自己拖进来看一下，图标是可以进行修改的。那打个比方，像这个图标，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它这里是有宽高，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调整。那打个比方，我调成100，对吧？它就会放大，也可以进行颜色的一个修改。你可以直接改成蓝色，或者我们做一个渐变颜色的一个修改啊。说这个给它做蓝色的，这个颜色给它做个紫色。它就变成蓝紫色的一个图标。所以这个图标的话，其实就是可以你自己选一个图标进行色彩的改变，或者是原来就黑白的改变，或者尺寸的改变就可以了。图标其实这上面有的你都可以随便用。好，这节课主要就讲到这里。那记得我们到后期的时候然后去千锋的 UI 学习营，对吧？6098-06985去继续深入学习，谢谢大家。